要抓鱼了。抓鱼捡起来。被搞了。快点。卡住！快点捡了。哎，那个很深哎。不要了，算了算了，那边。那个 ，Hello， 帮忙捡一下。不是，那里很深，不要了。那个地方有一个深度。刚好下去。哎呦，拿着，我去找爸爸。冲啊！可以，你要有车子。可以帮我试一下这个吗？可以，可以开过来。可以用开蓝色。有啊。没不，我没讲。蓝色。不是蓝色。你不要乱回答，你不什么都不是。这诽谤你，那跟你无关，你就不要出声音就可以了。没有。为什么把冲那个洗碗水倒到里面去？好恶心哦！他把洗碗水倒到里面。没有，那是泡菜的水，洗菜的。搞不好里面厕所的水是……不可能啊！其实我爸应该会做污水处理吧，因为那是保护区嘛，不是吗？子清、子涵。他们在那里抓鱼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叔叔示范抓鱼。不要人工了。不要人。你看把叶子整个打开。故意抓给他们看的。哎呀，故意抓给他们看的啊！叶子，哦，他把那个放到这边遮起来。那他不会从旁边跑走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树叶叫做一种。看那边有洞啊。不容易腐烂。嗯。对，上面。为什么他不会跑走？他那个好像是椰子树叶嘛。不太像。一种叫什么？还是棕榈？还是槟榔？棕榈树比较槟榔树吧，槟榔比较耐，没有东西。它可以拿小的叶子啊。垃圾桶在这边。好吃哦。好吃哦。因为这样放眼望去，夜行子这种的也都槟榔树啊。哥这样放眼望去，夜行子就是要让你这样子意犹未尽，还想再吃，但是已经没有了，这样才好吃。给你吃太多了就不好吃了。人家在那边抓鱼，你不去看一下？人家示范抓鱼。人太多不好，好自己抓。专会。带着了，带着了，带着了。爸爸，把辣给我放点。没有把辣的，只有梨子。